Hello， 大家欢迎来到解读老哥频道。我们今天再来做一个测试玩，它叫做 Abatos。这个的话，其实算是最近比较出名的一个嘛。它是受到 Animoga Brand 还有 MB 链的那个风险投资，还有什么 FTX 投资的嘛。就是说，他们投资了很多钱到这里面来。这是个什么项目呢？你们就可以想象到，就是 Solana 2.0 就知道了，就是它就是做一个主网，然后速度与便宜嘛，就是但是它有可能就是会解决一些 Solana 的问题，因为 Solana 经常它的网络会堵塞，对吧？所以说它这个出来有可能就是想解决这个 Solana 的不足嘛。 Solana 其实是很好用，很快。然后这个就你们就想着是 Solana 2.0 就可以了。然后它的就是项目方也有在脸书啊这些东西做过事情，就是说他们自己出来弄个链嘛。我们其实也不用管了，大概我们知道，哎，这个是不错的，是个正规的安全的项目，就是可以录，就我们就试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想参与的就跟着做吧，如果没兴趣的就算了，因为毕竟的话录项目有可能你能得到很多奖励，也有可能就是浪费时间，但是按照这种正规项目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录一下 Abatos。 然后这个项目这个录项目有可能是我录项目的视频的最后一个嘛，有可能我会弄个新频道，上面就是专门拍一些录项目，因为毕竟我也不收钱，什么都不做，就是基本上就展示给大家怎么去参与这些录项目。你想弄就去弄，你想批量也可以，对吧？就是做法嘛。然后就是给一些信息与教程之类的。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到时候就谢谢大家的光临。然后我们那个频道可能就是专门搞录项目啊，搞大使的项目啊，然后做一些就是零投资的东西嘛。还有可能会添加一些正规市场的一些赚钱的方式，也不是说完全就是区块链，因为区块链我觉得人还是不够多，对啊，我做了多久了，一年两年嘛，虽然说视频做的也不是说很好，但是现在才涨到3000多，对吧？所以说还是要转个方向来就是搞频道嘛，到时候再说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继续搞这个项目。好，首先就是小狐狸，就是说你如果有的话就算了，你如果想有一个号就算了。当然我是喜欢一个项目一个钱包地址嘛，就是说用了几个钱包地址以后有可能就是换一个钱包继续来。好，我们首先要去下载一个它这个链的一个钱包啊，链接会放在底下。然后你们如果想简单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去下载 Brief或者 coin 的这个链接。火狐的话好像有点麻烦，我刚刚试了一下好像找不到那个安装这个东西的方法嘛。然后 coin 会比较简单一点，那我们今天就展示 coin 嘛。好，当你那个弄完以后，就好像你这边点一下，点完以后我们点这个 settings， 就是那个设定嘛，设定完点完以后去点那个这个插件，对吧？插件点完以后你把这个开起来，开起来完以后你就是装一下嘛，我看一下应该是，等一下，那我们就选择这个嘛，就好像我们之前刚刚解压过的东西，对吧？就选这一个，然后选这一个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点一下它基本上就进来了，对吧？然后我就是自己也连接了嘛，就是应该是叫我们创建一个钱包，那我们就可以创建一个钱包，点击创建钱包，然后点击这个自己密码设一下，然后点下一步。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就可以点一下，就是把你的那个记住词的话调出来自己写下来。好，你这个记住词弄完以后我们就全部做完了，钱包就设定好了。好，在这边的话插件你可以自己加一下，点一下就加进来了嘛，比较方便一点点。现在我们就是领测试币，首先当然我们要连接钱包，这个钱包就是跟那个小狐狸是做的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什么功能都是一样的，所以说还是挺好。
然后这边的话，然后我们这边点的话，基本上是他告诉我们没有币嘛，然后我们去钱包这边点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得到币。好，大家可以看见你点了几下以后，我们就有这个币了，然后我们再点这个，就是我们就是两种都拿。这个点完拿了一个，然后再把这个也拿了。好，拿完以后呢，你就是做大概做10到20个那个交易嘛，随便你在这里面做啊，这里面，然后这里面或者这里面都行啊，随便做几个，就是说做10几20个交易嘛。好，大概你这边就可以点了，我测试了26次嘛，基本上什么都试过去了，然后基本上就这样吧。这个测试的话也是挺简单，只有这几个。然后大家的话还有一个东西，就是你最好就是关注他这个推特，因为他如果有什么新闻出来的话，如果说我有的时候我是自己都没空，也有可能说我会忘记啊，就是说不会过来提醒大家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可以就是说加入他的推特完以后就可以跟踪这个项目嘛，他发出来，哎，那个空投可以领了，大家就可以去领了。而且这边你看，大家可以看见这边还可以做大使，嘿，这个又是一个赚钱的东西，所以说你自己，我也会去填一填试一试。然后大家也可以看见啊，这边也可以做一些东西嘛。好，最后一步的话就是填写一些回馈，就是我链接也会放在底下，大家可以去填写一些回馈。然后 Discord 进来的话，基本上是在这里面啊，这里面自己去按照它这样子回馈进去就可以了。大家可以看见，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呢，你就可以回馈进去，就是基本上那时候如果有空投的话就可以得得到，对吧？这边大家可以看见啊，我这个账户只是展示一下，我这个号还没有弄 ，Discord 的号还没弄就登进去了。然后这个链接也是会放在底下，大家想就是回馈的时候就是随便填一下啊。像这种电报账户也是，你可以用一个新的电报，就是新的电报号来专门做这些录项目的，然后你回馈信息回去嘛。好，现在大家也可以看见我已经花了一个东西出去了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这边就是要提，就是说我这边应该是到最后一步了，就提供一下你自己的钱包，有可能可以赚到10块钱，就是说你的安币链钱包、小狐狸钱包。好，基本上这个测试完呢，就基本上就这样结束了。然后就是你们如果要做大使的话，像我一样，我会去填一个的，就是说有可能可以赚到一些币，等它上线以后，这就是白嫖，对吧？录项目做大使是一个挺好的无本生意，花点时间赚点钱可以。好吧，我们下期节目下个频道再见，拜拜。